日前，一名叫做哈桑的15岁巴基斯坦少年的事迹传遍了巴基斯坦。为了阻止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对他学校的爆炸袭击，哈桑舍身阻拦，不幸遇难。他的牺牲挽救了学校数百名师生的生命。近日，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亨古镇，一名男子身着自杀式炸弹背心，准备对学校发动袭击。当时，校内约有2000名学生。15岁的少年哈桑勇敢冲上前抓住袭击者，但就在这时，袭击者引爆了炸药，哈桑也倒在血泊里，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哈桑舍身阻挡自杀式袭击者的事迹经媒体报道之后，在巴基斯坦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被媒体称为少年英雄。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已经向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推荐授予哈桑荣誉奖章。